看看这个吗？没事，一块儿看。可能他现在才……对，我妹妹哭了。哦，哦，好心疼啊。为什么呀？怎么都走了呀？云南这儿。哎呦，天哪！我要回去待会儿。拿点纸走，拿点纸走。刚刚那妹妹，她是眼泪是这样一颗一颗一颗这样滴下来。对。哦，好心疼啊。因为他会知道卢克会多就是不开心，他一定知道很多感觉。给他送一碗吧，等会儿凉了。把这个给他吧。哇，他们好暖哦。有新筷子吗？好细心哦。Hello， 嗨，你去看他一眼吧。我知道，给他拿了饭。嗯，默默，给我开门。你要想吃，你去零一找我们哦。其实我都想去了，现在去走。好可爱哦，整理完。其实我都想去了，长得好可爱，太可爱了他。妹妹来啦，欢迎一下吧。太欢迎了，欢迎一下吧。欢迎，热烈欢迎。快来一个鸡米花，来一个。来一个吧。今天怎么过小龙虾味儿啊？是有点像一火锅。我们齐了吗？我们齐了吗？哦，你没回来吗？没吧。那我们也找找信吧。你别吓王哥。哦，对，王哥还带着。那我走。冒失了。我觉得他们现在两个人情绪都不是很稳定。哎。开玩笑，不好意思，他需要调整一下。嗯，我 build his house。Feathers and nails, twigs and storms, lights and shades, room by room, floor by floor, full of doubts, but built on hope. 他在哭。Love is something breakable, and love is something strong.
他们也不知道怎么安慰他。对呀、啊。嗯，他一直在滴眼泪。That's what only love is like. Cause love is something breakable, and love is something strong. Crashing on you like a wave, but still it keeps you calm. 再睡二天，那么好。Love can turn things upside down, but somehow. 妹妹，你要是不想留，可在这儿，你可以先去楼上待会儿。左边，我觉得他心情很复杂，他看到 Look 的状态，他也知道 Look 有多喜欢这个女生。还有之前他的姐姐也是先离开，对，然后现在他这个室友也是离开了，他又是一个人。我们见不了这种。我觉得好好心疼他。先看床去吃饭了，一吃饭我就难过。你想吃冰淇淋啥的吗？想吃蛋糕还是吃冰淇淋？想吃冰淇淋。想吃冰淇淋。我摇人给你买。我去摇人。嗯。小朋友，没事的。哎呀，小豪，哎，豪哥来了。咋了？妹妹说她想吃甜品站那个冰淇淋，蓝莓味的那个就行。走，你去吧。好，我上了。我也去吧。肿了，无所谓。还饿吗？我不饿了。You left a melting pot of memories in my mind.
Too bad I can't see the face that hides behind. 我真不想哭的，我知道，我知道，哭的人。不出来就好了，不能憋着。但你少哭点啊，明天眼睛绝对肿。我告诉你，有个消肿的方法。冰碗，两个手指并起来，这样。姐姐，冰淇淋来了，师傅。来了，来了，冰淇淋。我放这儿吧。这个画面真的好可爱呀、啊！朋友出现，然后他就去送。我也觉得我不打扰你们，但我把东西给你。我是看的心都真的是。给你冰俩勺子、哦、哎，勺子也行啊，就冰俩勺子，然后往上提，然后主要是上面，你看肯定肿成一个核桃了。吃冰淇淋，怎么就能开心一点？